三百多年的历史的宋江兵，翻过宋江兵。整个台湾文化都，文化部才发现讲，也有一个三百多年的宋江兵，拄啊会晓。所以去年，阿里高雄市文化中心，为着咱宋江兵特别办一场。黄金银卡，咱台湾春乐文化节做两天，啊，咱的宋江兵伫遐表演，而且南部地区所有镜头拢伫遐表演，咱是惊受着滴个咧吼，三百多年，我大家感受袂到，这着一个传统，一个精神。谢谢啊，张总啊，谢谢哦，我了是咱破晓啊，诸位，感恩。是啊。辛苦啊！咱做阿弟只地方辛苦，大家精神差不多非常好哈，体力非常好。
惊奇再惊奇呐！大家拢非常的欢喜安尼吼，今日今日呢，这个老演员，而且这个好看，这个演员会。我们的乡长，代表的主席、主秘、秘书，哎，好，你送干净的呀？我关关关关大出席委员，啊，就是营业的船长，啊，对于贵船长，谢谢啦。一直接到这头。谢谢，你的身体健身困，啊，我都看到啦。来跟拍拍我一个来，跟我大哥我自己当工作，就亲切啊，亲家，你连三分钟，在球班的人员帅哥，你辛苦了哈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电话发到我耳边被吵破了，无声是遐尼响亮，一日两个上最后爱听无声。好声音响，大家出去就好。
我做金陵奉天主，
伊的祖庙伫咱台中中治三阳玉富天宫，少年的玉皇上帝，你若有去遐，会当去到咱台中中治看少年的玉皇上帝，无老去求，就是去做来求啊。那伊会当去到所有啊，互咱寄好这个希望，互我穿，就是要甲来介绍比较近十五年咯。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怎麼做事，我怎麼做事，我是為了要我才有辦法把家庭營起來。所以這十幾年來有很多人說我怎麼做事，我不是做事，我是奉玉皇上帝要求我，因為我前到後面破去了，屁股到後面兩骨都沒效了，人家拢无陪，怎陪我？叫好兄弟陪我，陪好我身体健康，才有法度把我家庭延落去。所以我来下乡安江已经是大日子啊。所以每一科我一定会来参加，来迎接这个报考这个新闻。所以有这个机会，我咱大家看到洪天顺表演，伊把恁老母气啊！感謝你大家的關懷，感謝我們關心中的這個平安道歉，非常的收工啦，感謝感謝，謝謝金蓮的洪天柱，我們來向你上來再跟我拍拍一下來，感謝謝謝你，謝謝洪上，金莲洪天柱。